我们就是在一定的程度，然后就教我们醉拳，就是教练让我们心醉意不醉。 因为我们经常会放那个电影给他看，然后有放到过那个成龙拍的那个电影《醉拳》给他看，他非常喜欢，然后还时不时的去模仿。想以后当武术明星。